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头啊。今天呢，录这部影片呢，的用意只是想告诉各位一件非常非常诡异的事情。之前在 NONO LIFE 直播的时候，各位应该知道我在抓社尾小火龙吧？是吧？然后呢，前天吧，好像是前天在直播的时候，我在岩山洞穴遇到了社尾小岩，社尾的大岩蛇。那就算了。今天下午直播的时候，居然在这个地方遇见了社尾快龙，又是绿色的。于是呢，我把它取名为原谅龙，原谅的颜色。社尾的穿山鼠。重点是，你爸我今天是遇到第二只的。原谅鼠，我已经第二只原谅鼠了。拜托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组原谅联盟，全部都是绿色的。我只不过要一只就勾住的社尾小火龙，或是勾住的社尾喷火龙。这样也不行。奇怪，外社尾快龙在哪边？上面。原谅龙。原谅龙底下。也是绿色的，你叫我情何以堪啊！不要再绿色了，拜托，求求你，给我一只社尾的小火龙行不行？求你了，原谅鼠我来了，已经是第四只了，你知道吗？大，第四只了，一只啊，不对，两只大岩蛇。然后一只快龙，两只穿山鼠，都是绿色的，所以再一只六只可以组原谅阵容了，原谅联盟，太棒了，人生 so happy。连锁第33只，太棒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为此纪念一下，各位再见，拜。